面对面差一点，没拍到。现在不拍，什么时候拍？你刚好这个玻璃不在。刚好这玻璃不在。反正停过之后，拍几分钟。知道没有？十秒钟就结束了。十分钟要多长时间？打多少模块？他就给一个指令给别人。好，他都被搞死了。七秒一模，我靠，一分钟九模啊！这么完美的就看你这么一点点了。节目结束就完了。但是主要是我们直接。装备我们就直接下料了，不是料都已经下来了，但是他们产品设计他们也都不选择了，不知道这个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是低温作业，活时间肯定了。好像当时就是个家伙。他们以前谁做的这个东西？还没做嘛。他们做我的时候，他们料都已经做下来了，然后要厂了，他们做不起。